我选择灵蛇豹的原因是因为灵蛇非常具有标志性，它代表着宝格丽的这个形象。第二呢，我觉得是材质，我觉得材质其实它就是一个品质的关键。第三呢，就是色彩，我觉得呢，这款灵蛇包其实就像宝格丽的珠宝一样，它非常的璀璨，然后会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佩戴这款包。第四，我觉得它非常的百搭。第五就是罗马了，那当然一想到罗马就会想到宝格丽。每当我背起这款灵蛇包的时候，就让我回忆起罗马美好的回忆。耶、yeah!